五、四、三、二、一，请揭幕。让我们共同为三十三高地上台掌声，送上最热烈的掌声。高雄市三名家商今天欢庆创校37周年校庆，除了举办园友会与各项动静态的展演，同时也为新打造的两面校园意向墙陈敏琴和与优质之光落成启用。校长王雪娥表示，以马赛克工法打造的陈敏琴和的优质之光作为学校办学信念的展现，行塑有品友善、技艺卓越、务实创新、健康活力的三名优质新校园。校园意向墙揭牌仪式由校长王雪娥主持，并邀请完成耐震工程的前任校长陈当木、家长会长庞志鹏、副会长、学校各单位主任共同见证揭幕，象征三名家商的卓越非凡历史时刻。还要特别我前任的校长当木校长，因为当时的耐震补墙完成了我们所有硬体设备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安全的补墙以外，那当时因为时间跟机会的关系，有两面就是我们的意向墙当时都还没有完成，那经过这两年的努力，我们行政团队携手一起完成了这个两面的意向墙，周年的校庆来揭幕。等一下我们会邀请所有在场的贵宾跟我们共同度过这个难忘的一个37周年校庆活动。祝所有的贵宾、与会的师长、社区民众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是我们因为耐震工程补墙，好，所以呢多了几面的墙面啊、哦，那我们呢集思广益啊，会诊了我们全校各科的意见。好，那我们这个这面墙所呈现的意象是以高雄啊，然后呢有高雄的元素，这边有高雄港的元素，还有呢我们林中中老师为我们三名家商做的校歌，有后山下爱河港。那这个呢，鳌灯就是爱河。我们上面呢，猴子就是寿山国画。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校训“陈敏琴和”。那这颗爱心呢，就是代表诚，诚恳的诚。好，敏捷呢，就是我们的风骨。好，那勤劳呢，就是我们的蜜蜂的元素。好，那和就是我们的鸽子。好，那整个横向呈现的呢，就是我们陈敏琴和的。呈现的就是诚敏勤和的校训。哎，我们希望传达的是每个学生都能够知道，三名家商从创校到现在，先人所留给我们的校训，我们的诚敏勤和，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带着这个诚敏勤和的精神好好学习，然后呢，进到社会上去，也真的是三名家商社会之光。接续他们的棒子、哦、
然后来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哦。相信大家每一次每一年这个时候来到校园里面，都会看到耳目一新，跟三名家乡真的变得不一样哦。那从今天现在这个圆圆会开幕开始，一直到4月2号的校庆活动，我们的孩子们已经准备了很久，磨刀霍霍，想要展现他们的成果给我们。请大家给我们的孩子们热烈的掌声鼓励。三名家商校庆系列活动多彩多姿，今天登场的活动有高一高二各班使出浑身解数办理吃喝玩乐各式摊位圆游会来喜迎嘉宾，社区图书馆则有各科动态静态展示各科学生优异的作品，大玄关舞台则有学生精心准备的各式载歌载舞走秀等动态成果表演。上午在舞台区有观光科普荣获第54届全国技能竞赛南区赛旅馆接待青年组第一名的卢冠宇，与其他获奖同学们所进行的泡茶与调酒秀，结合动态的舞蹈演出，令人惊艳。比赛就是你让我印象深刻，也觉得我这几个月的努力非常值得，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伙伴，一直陪着我。各种学长姐老师特别抽空回来指导，也是让我有一个三名下乡最近在参加劳动部举办的第54届全国技能竞赛南区赛中，在青年组及青少年组英雄榜中，在攀高峰，资料处理科、服装科、观光事业科、餐饮管理科，在青年组商务软体设计、服装创作、国服、旅馆接待、中餐烹饪及青少年组商务软体设计6个项目中名列前茅，囊括了3金2银4铜、3个第4、3个第5名以及3位佳作，总计获得了18个奖项，其中并有15位晋级全国赛。在学校欢庆37周年校庆的今天，喜悦中再添捷报。在图书馆的5楼阅览区，更有室内设计系退休老师何崇的旅行记录《墨绘游踪》的水墨画展。导览的胡美丽老师说，不管是单品还是长形卷轴画作，展现出何崇老师作为设计师、画家的功力，值得品味观赏。央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道。